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，佳佳，公主手提化妆箱。那现在跟着凯莉一起玩吧。老师给我布置了画画作业，所以呢，我要好好的完成，然后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。凯莉，凯莉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在做那个老师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呢。哦，家庭作业？让我来看看。哦，在画画呢。是呀，今天呢，为了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，所以我在家要好好的画画。怎么了？这周呢是我的生日，你知道了吧？我当然知道啦，是你的生日。那怎么了呢？是这样子的，我呢特别邀请了好多好多的公主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特意提醒凯莉你一定要好好的打扮打扮，不然的话不可以参加我的派对哦。啊？难道我这个样子不行吗？你看你从头到尾都不及格。我从头到尾都不及格吗？有这么差吗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已经跟你说完了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走喽。啊，我真的有这么不好吗？连艾莎都嫌弃我。我觉得这个样子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周他的生日，我要穿什么去？我要怎么打扮我自己啊？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刚刚飞得太快了，突然间一下子落地的时候重心不稳。哎，凯莉最近过得好吗？这不是嫦娥吗？对呀，这是我呀。怎么啦？刚刚看你好像愁眉苦脸的，然后没来得及问你，谁知道我就摔成这样了。刚刚呢，艾莎跟我说她这周生日，然后他让我美美的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样子哪里有问题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变个魔术，然后你拿那个东西给你自己打扮一下。给我变个魔术，然后拿什么东西给我自己打扮呀？你先别管，你默数一二三，这个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啦。一二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公主们的画像在这个上面，难不成这是公主们的吗？是呀，这个呢是我不从公主那边拿过来的，然后暂用一下。你可以用这些他们用过的化妆品，然后打扮一下你自己，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。哇，这么多颜色，哇，全都是，有一股香香的味道。那最上面的呢是眼影，左边的呢就是唇彩了，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就是腮红，知道了吗？哦，这个样子啊。那哦，这边好像有个开关，我来看一下这边是什么。哇哦！这个还可以亮哎，哇，有没有很神奇呢？那我用这个给自己化个妆吧。参加艾莎的派对的话，画什么颜色会比较好一点呢？蓝色吧，因为艾莎的颜色主要都是蓝色。那好吧，那我画一个蓝色，先用白色打一个底。把眼睛给摘了，嫦娥呀，我这个样子画对不对呀？我怕我画错了。你画的没错。要不然下一步你画你的那个腮红吧，我觉得橘红色的话可能会好一点。橘红色是这个吗？是这个颜色吗？我觉得你脸上的颜色实在是太淡了，所以我推荐你用这个颜色。好吧，那
这个要怎么画呀，腮红？我没有画过哎。你要用这个上面的刷子，然后蘸一点在刷子上面，然后刷在你的脸颊上，这样子啊。那我把它拿下来，先蘸一些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太多了！哦，太多了，那怎么办？你稍微的弹一下，让粉抖下来，这样子吗？都没有了呀！哎呀，不是这样子的，那你稍微的蘸一下，稍微的，这个应该可以了吧？那你往脸颊上涂吧。是这样子的吗？没错，继续。那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涂口红了呀。哦，口红啊，那这个就是口红了，对吧？那这一次呢，我要选这个粉色。是这样涂的吗？哎呀，口红这么简单，你自己看着办涂吧。好吧。还有布灵布灵的闪钻，那这个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凯莉，你看看你，全身上下都没有一个地方让我满意的。你看你的头发是什么呀？头发又怎么了呀？你们一个个都嫌弃我这个，嫌弃我那个，又嫌弃我化妆不好。这样吧，你默数一二三，我再帮你变得漂亮一点。真的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嫦娥，嫦娥，你有这种能力的话，为什么刚刚不把我打扮成这样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不能总让别人给你化妆呀，你总得自己学会化妆，对不对呢？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那我觉得呢，现在你这个样子就可以去参加公主们的生日派对了。我先走喽。可是他这个也没有带走呀。化妆盒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嫦娥刚刚也是帮我把它变出来的，他也可以把它变没有。好吧，那现在我这个样子应该是可以去参加艾莎的生日派对了。凯莉，凯莉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好漂亮哦。可是我总觉得你还有一点什么不足的。啊？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足的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头发上面少了点什么，所以显得非常单调。那这样吧，你把我头发上面的发夹拿下来。可是我把你头发上面的发夹拿下来的话，你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很多个发夹呢，你别担心我了。那我取下来喽。谢谢艾莎。这样子好了吗？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去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吧，走喽。今天凯莉给大家带来的玩具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好玩吗？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多好玩的玩具回来，拜拜。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其中颜色合起来，美丽的彩虹呀将要会出现。